Hello， 我又来了。这次呢是准备录这个 vlog， 纪念一下粉丝300万。我这两天正好在上海，就计划去一趟迪士尼，用录这个 vlog 的形式记录一下迪士尼之旅，所以大家期待一下吧，赶快见。我这唱点啥呀？现在就到了上海地标性建筑南浦大桥，然后特别动人，特别受欢迎。接下来这个歌呢，就是不是属于情歌了，写给我的大姐张艾嘉的一个歌。大姐张艾嘉。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？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，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，看世事无常，看沧桑变化。现在已经到了迪士尼了，当当当当。然后我们准备研究一下要去哪里玩。我们现在在加勒比海盗第一个项目啊，还有水，然后现在上船了。玩了加勒比海盗，整个过程就是你跟着他们坐在一艘船上去寻宝，然后你会碰到杰克船长，还有一些反派，最后大战的时候简直就是置身其中，太爽，大家有机会一定要体验一下。我们刚一起玩了那个叫什么飞跃地平线，让大家坐在一个电影院里面，但是那个椅子是会移动的，就感觉大家像在一直在飞行一样，然后用裸眼 4D 带大家环游世界，效果还是不错的。来到了迪士尼的明日世界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创极速光轮，就是我背后这个，据说它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，然后呢也是迪士尼最刺激的项目。感觉刚才像是在体验百公里加速啊！如果有机会，我一定还要再来玩，太刺激了！天哪，爽！你看我头发都吹乱了。不是这个。我们现在决定再来玩一次，然后在门口看到现在排队时间是20分钟，所以，择日不如撞日，太爽了，实在是太刺激了，爽！我们现在来到了漫威英雄总部，这里有一个巨大的钢铁侠，跟我喜欢的钢铁侠合完影了。现在在这个小矮人过山车啊。
站在城堡的前面准备看烟火秀啊，现在距离烟火秀还有40分钟。为什么要站这么远呢？是因为前面的人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茫茫人海，大家很早就开始排队了，我们就不去前面挤了。在一家我大学时候最爱吃的料理店，它是一个韩国料理，待会儿给大家看一看。今天这一天还是挺累的，总结了一下，迪士尼是一个能够让人进去之后就感受到非常快乐氛围的地方，所以大家在乐园里面都是一种很开心的状态，能够看到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。我觉得在我心目中最好玩的两个项目是一个那个飞车，创极速飞车，还有一个是加勒比海盗。我要吃饭了，待会儿把菜给大家看一看。辣炒猪蹄，然后要包，要加这个生菜，把它包在里面吃。我个人比较喜欢这道土豆排骨锅。好的，我吃饭了，拜拜，下一条我乐见，拜拜。我觉得迪士尼呢，迪士尼乐园是一个非常，不行，说了一个什么，刚结束了这个